听说您在剧中有一段短歌行特别精彩是吗？啊，短歌行，现场来都来了，我们尝尝吧。对啊，尝尝啊啊！哎，何伟老师，哎，鼓掌。那个短歌行在现场是唱出来的。好啊，啊，那我就唱了，来吧。还等什么？等我找一下调啊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唱的不错，尤其刚才这段，烦了，还没唱，没唱呢，没唱呢。明明如月，何时可掇？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缺。哎，虽然说没听懂，但是我支持你。嗯，唱的有昆曲的味道啊，而且他有那个苍凉的那个自己的劲儿在里面啊。他可能是裤子冷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在戏里面，他有对这个短歌行特别好的展示。嗯，这得期待一下啊，期待一下。嗯，这世界很酷。